昨天家里来亲戚，没有去我妈家吃饭，今天带着两个孩子李子英上他外公家外婆家吃饭，再带一瓶好酒。出发了，在路上了，过一个红绿灯就到了。这是我们家，那个是我妈家，就隔了一条马路。我们到了，那个雷马就在那里啊。我妈不在家，我来做饭，开始换上我的衣服。好，准备做饭了，今天这顿饭就靠我的。准备吃饭了，妈妈，你才回来啊，饭都没弄，害我弄的。好吧，姐夫，王金金、王泽，哎，他找一个小毛毛的姐。我那边。阿毛。阿毛回来。阿毛，快上桌子吃饭了，这是我今天做的饭，看看。Okay.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开始动筷子了，来，酒端起来，干杯！搞了，客人的馒头就是我妈包的，这是人的爱心啊！来看一看，红豆馒头哇，好香啊！就是这个。Bye.